哎，这五花肉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马。今日菜系有点上不了台面，但是人人都爱吃猪肉粉条炖大白菜，嘎了有170块钱的肉，让胖哥去拿捏一下，配点大米饭，嘎嘎香。走了，拿盘一洗。还得是胖哥出去买肉，你看买这个肉买的五花三层，真好看。买五花肉正不正经不知道，我知道老汤不正经。别等会把五花肉煮丢了。来，下水，放里边，直接下锅。还得焯一下。焯一下，焯一下那个肉，一个是定型，焯出来这个肉吧，吃起来的老香。哦。吃肉必须来大块的。看到没有，正规是五花三层哈，兄弟们。嗯啊，弄小肉，弄啥呢？吃肉呢？你们山西话吗？陕西的，陕北那边的。哎呦，肉锅里大了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操！你来，好，哎呦我，哎呦我操！五花肉，五花肉锅里大。哎呦我这一打，哎啊，干不了打包。使劲煸了一会儿，一个是这个油啊，这个肉吃起来不那么油腻，菜比较香。三篓子，这哪三篓子？二锅头。出来啥？干啥呢？你们的？味极先来两勺，葱姜蒜锅里倒，弄点花椒大料，干辣椒就行。对的。我从小我跟你说，我们家里边吃个吃最多，家里边穷啊，大白菜多，粉条多，没放两块肉，天天大白菜。那时候我这么说吧啊，其实我不知道东北什么样，丹东这边啊，到了冬天90%就是白菜多。我跟你说，不只是丹东，好多地方到冬天都是白菜。白菜萝卜嘛，生命的源泉，不是老豆腐。来点小蚝油丝里头，来点老抽，哎呦，哎呦，这香味儿，哎呀，给我给我，猪血糕里头，来粉条子，再等这个七15分钟，蒜末，香菜，哎呀，这一大锅我。哎，先来块肉，哎呀，不是，对，真的没毛病。先来块肉，哎呀，加点酱，弄吧，把它起肉吧。把它放往那边点。肉油熬出来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五花肉。哎呦我的天。你别往里看啊。要不要来一勺？来，必须的。汤是汤，肉是肉啊。这么一堆窝，主要是大肉片子真香啊！太香，香啊！这蘸起来这个料真香，大香，这爽啊！爽！光买那个料，这是我操！来这吃个肉，来口米饭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香啊！这肉真香。应该是粉条太多了。哎呦喂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比吃肉香。哎呦。哎，倒点蒜汁，老香了。看，闹了半天真的。他们吃粉条会盖油。看看没有？豆腐你看到没有，油光锃亮的，啊，全是油，你看上面撇这层油吧，对呀，看全是油啊，自己吃没有油的东西不好吃，大白菜，对对对，就大油嘴，对，别烫手啊，哎呀，这一锅麻了，哎，这五花肉啊，就这样才过瘾。哎呦我，
我要能吃这么多肉的话，五万三，幸福死了。俺这就造粉条了，就这个命了，我告诉你。你呀，也就是吃条的命了。各种条。不是啊，凉了。发现你啥条也能吃，不是条状的，他都爱吃。来，我下次我给他弄个钢筋条来。白菜其实最香啊，我吃的话，白菜吃都有味儿。不缺肉。哎呀，这真是你的最爱了，兄弟。行了行了，够了，应该说的。也吃不少了，那么一锅。哎，怎么都能看出来呢？锅呢？锅儿呢？啊，到这儿。嗯。那吃不少了。剩这点啊，晚上再吃一顿，主要是喝酒了。要不喝酒的话，我跟你说还得往下下。感谢支持网吧大人团队，五保六保的一天，拜拜，兄弟们，明天开始干活了。